心的祈祷。主祢听从阿爸的上帝，我感谢你带领我平安经历一礼拜，也感谢你主祢，我以我的福气会当来敬拜你。啊，恳求主祢赏赐我每一个人谦卑、敬虔、顺服心，要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有属灵的智慧，开我的心门，互我当明白。我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说各位牧长各位同志，各位阿弟姊妹，大家平安。今天真欢喜，伫这所在会当甲三阿弟姊妹三个来敬拜上帝。特别今仔日我的弟兄公民医师，就是伫咱的教会，因规家拢伫这所在，所以我到这来，像就转到一个亲戚的大家庭，所以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感觉的。非常满心的感谢。那今天也真欢喜，会当代表台湾信义公会以及所在，来向大家来请安、来报告，感谢咱社会以及接纳。那今天我要向大家去，咱个来思考的问题是圣经的一个价值。咱针对一个基督徒，咱拢知影圣经伫咱的信仰中非常大的一个重要性的。因为咱对圣经内底学习的真多。以后咱是正确的这种价值观，但是唔知咱的这个规划的人，伊会当明白圣经的重要还是袂当？咱要怎可以当知影讲圣经是怎样价值的？伊主要两千年的时阵有出版两本册的，这两本册一本叫做《如果无圣经》，一本讲《如果无耶稣》，是我手头提的这两本。如果无圣经，如果无耶稣，咱若看这个角度普通的这个角度，毋是真高高的这个，然后这个字毋是真大字，是真细字的。伊伫这个亚马逊的这个网络顶头，伊是下伫这个工具的这个内底。表示讲，伊毋是讲你灵修的时阵可以看完就好啦，你需要一再伫起出来，搁倒去看，因为伊的资料非常丰富。伊会当伫个所在来应验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伊对足侪角度伫个所在来看，耶稣还是圣经，对咱过去的这时间有偌侪这种影响伫个？伊对人文的这个科学、科技也好，咱的医学也好，咱的教育，还是咱的伦理等等，这无同款的角度，伫个所在表来。提出来证明讲，圣经还是这个耶稣，以这个这阵过去这段时间到底有多大这个影响？也要讲到一个故事，伊有一个真骄傲的这个美国人，向这个伊啊认真咧看圣经的这个印第安人，伊啊真了解口起来讲，你到今嘛搁咧看一本，伊阮遐早就已经无流行啊。这印第安人仰头甲看下讲，加在伫我遮流行。那无你即马就伫我巴肚来啊！我们着即个印第安人，因为伊看了圣经，相信耶稣以后，知影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伊袂使随便去杀人。伊的性命得到改变，因为伊安尼，所以就献上感谢。无唔着，咱今日基督徒，咱拢知影圣经的即个重要性伫个。所以伫即个结论的中间时阵，伊伫遐来讲讲，我若袂当想象。那无耶稣，无圣经是过去这段时间，咱的历史到底是如何？咱自己咧倒转来看，是圣经伊到底偌重要？咱对圣经中啊，伫咱圣经中啊，咱会当三个思考。那是安尼是，咱基督徒该安怎来回应？咱今日头这圣经在是伫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所在。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予提摩太回信。天母台诶，保罗有三摆即个海外宣告，伊到伫托尼基比亚，到伫即个罗马所在，伊本来是爱到当初使徒行传所讲即个地极，迄阵个地极大概想讲在西班牙个所在，因为以前想讲地球是一个四角个东西物件，所以行到遐看无到个，迄个是已经到尽头啊。伊即三摆海外宣告是伊每一个所在伊遐来传主个福音了。伊就毋忙伫遐当说教会，说教会了时，哎，咱无用的时，伊就又派出两个青年，就是提摩太，就是提多。伫这部分中间，常常碰到真侪困难的，包括有这个教义
包括对这个心他本来无啥真清楚，嘛包括讲人甲人中间的这种关系到底爱安怎，所以伊就写这个回信来加做伊的帮助。保罗写这三封回信，因为来简书、何书、甲提多书的信，咱拢甲合作是教牧书信、教务书信，就是特别针对牧者因伫牧会中间的这个帮助。当然，伊嘛写做其他的这个回信，像讲哥林多前书、何书啦，这回信拢是咧帮助。伫迄阵教会当着问题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甲因啊，伫迄个问题顶面来加做因的帮助。那伫这个提摩太何书当中，四章第三章特别结束时，保罗伊伫所在讲起咱今日所读这个圣经章。即现在你要讲到圣经有偌尼啊重要？伊可能会产生有几种效果，到底是什么？咱上个来看，伫这所在伊讲到，即圣经在前二十五章后壁看到即个十七章所在，伊伫安尼讲，伊今捌这圣册，就是为何你有智慧对圣经的耶稣来得到救？既然乎圣经被写经有理的驾驶，伫读者互人归正，引出人有义理，乎服侍上帝人明达辨别来行隆重的好事。伫文末顶头吼写一个巴，就是巴克勒的即个翻译的。啊，咱已经有一个新的即个翻译。我手头摕一本，就是现代大语的翻译，啊，也写现代大语。圣经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因个原因，伊需要伫个所在来重新来翻译，还是来修订一下。头一个原因，有可能咱的即个草本找到搁较旧的。这句话话毋是即马才找到，是经过一段时间伫个印证，讲即个找到即个草本确实是一个会当相信的。等于所在伫个所在来发表一下。第二个原因，有可能就是咱即个诠释学咧解说即个原以前的即、这个啊古文的时阵。啊，有可搁较清楚的看见，大家拢认同应该安尼解释搁较好些。第三原因有可能是用词已经改变了。古一个咱台湾人足清楚，咱讲什么人是咱讲脊椎，咱大家拢知影，伫基督徒咱讲脊椎就是讲什么人。但你若去外口讲脊椎啊，无人听，有到时你是咧讲啥？你爱讲什么人？啊，基本就已经翻译做改做什么人，等等遮个。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再修订啊，是现代大夫的这个啊，伫咱的大夫方面已经新药已经出版了，旧药搁咧伫迄个所在咧努力，可能搁三年后咱会当出版。但咱看其实咧无共，所以是我用历史考起来所在无共款，是咧用历史考起来所在，上个是低头从顶头看到这個，把这个讲对性基督耶稣。新的翻译讲，通通过圣基督耶稣。我唔知道你感觉真个有啥无共款的？我想伊只有淡薄仔无共款。对圣基督耶稣，敢若即个主权是在伫咱人就会当控制。我对圣基督耶稣，我就会使啊。到底耶稣基督的心是啥物？又甲即个恩典互咱无？伫即出来敢若看袂啥出来？但是咱看下面现代翻译是讲，通通过信，就是讲你会当。你会当信基督耶稣，是因为你通过耶稣基督，伊是一个中保。这个中保，若无去为着咱，一定是伫家老爷保赎咱的罪行，你嘛无办法。所以这个有真正确个，这个保罗伊的信仰观讲出来。伊伫伊的福音中，阮常常讲着透过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内面信，通通过信耶稣基督，这永不一再的出现。伊非常清楚，俾咱知影讲，咱今仔日有这种福气，就是因为主耶稣有着咱属伊的，老爷保卫属咱的罪以后，咱才有这个啊，才有这个权利，还是讲才有这个福气，咱得到这个应许的恩望的。所以我相信是现代大夫搁较挖掘这个原来这个意思的，其他的所在拢差不多吼。所以咱直接出来无特别来讲。咱来看这中间，这个圣经在中间有咱讲的圣经的这个功能，有以下这个功能的，而且有地位，第二也让教导咱，有督责咱，啊，甲规训，甲训练人正正路。我个是甲英文写伫这所在，有 vision， 也 teaching the truth， rebuking error， 甲 correcting faults， 啊 ，giving instruction for right living。咱的基本领导毛用英文的。这英文版是无共款的，这个版本所写的，但是即几字共款 ，teaching
rebuild correcting， 是认为你拢是同款吼，啊 training， 但是这我想伊这写了比较清楚 ，teaching 教你什么 ？teaching the truth 是教你真理的物件 ，rebuild 是啥物？是因为你 error 伫咧，你的错误伫咧 ，correct 是啥物件？要甲你更正啥物件？已经你唔对的这所在，然后再互你行真正正当的路子，正确的路子 ，right living。健康生活的这落去，圣经有这功能的，我相信真多人拢有这感觉的。但圣经这功能要创什么？后壁圣经再继续甲咱讲，这圣经功能是要咱达到一个功效，这功效是服服侍上帝人，装备好势，通做各项的好事。服侍上帝人，装备好势，啊，法务办公得以完全，得到完全啦。这英文的词我看是更加下伫咱会当明白，伊是一个 be 动词 ，may be qualified。就是讲你有可能去上帝看做你已经有够资格，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咱人无可能完全，咱也无可能装备好势，无可能。咱人真是软弱的，所以咱常常拢做袂到。但是上帝要认定你会使，因为知影伊是看咱内心，毋是看咱外表。伊知你真认真，伫遐咧做，咧拍拼咧做事，伊就要认为你已经有够格啊 ，may be qualified。这个观念就敢若咱伫罗马尼书讲的因信称义内底，咱感觉因信称义，我若称，我若信，我就称义啊。无迄个嘛是被动词，因信必称罪义。是上帝看做咱的信已经会当真做好啊。所以这是因信称义，伊咱都有这个地球的这不忙的。当直接说来讲，这圣经的这功能是要你装备好势，互你会当达到上帝眼中看做已经够格。要创什么？是后边迄项代志，伫遐咧证明你已经装备好势啊。要互你通做各项的好事，毋是某一项好事，嘛毋是干那你看做好好事，是上帝看做好好事。这所在讲了非常清楚，讲上帝改变咱的性命，咱来透过圣经改变性命，不是为着咱自己，乃是为着别人。就讲咱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讲啊，咱死呢因神益人，内底无一项是为着咱自己。咱唔忙的，咱性命这个改变是要上帝会当得到荣耀，然后对别人有利益。咱若无对别人有利益时，我相信咱就白白活伫这个世界。这圣经讲了非常清楚的讲过，圣经有这个功能，伊会甲你指出讲，什么才是对的，伊的真理是啥物，然后倒位唔对，甲你讲出来，互你知影讲你要安怎行，互你知影以后，你就开始换新接触一新的人啊。就但是保罗咧讲啊，咱若洗礼了后，咱不再是我的我，不再是老的我，应该是接触一新的人啊。是圣神甲耶稣伫咱内底咧活，敢若罗马尼书十二章第二节来看，十二章第二节，如果咱在跟心意更新的变化，你都要换新人啊。若无恁来当咱上帝的宣传，通欢喜的这个旨意的咧，咱若去用旧的话，已经你无可能当去明白上帝旨意的咧。但是安尼也无够，迄互咱换新人啊，不是为着咱，是后边迄个所在。要去通去做各项的好事，装备 equipped， 这嘛是过去式，也咪嘛是被动式，是你比装备好以后，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所以咱用逻辑思考的这个来看，咱有要不要推得动来？我若有去听隆重的好事，我就是代表我无装备好势。那我无装备好势，就代表头前这个功能敢若失去了，无伫我的心中。产生功能，那有应该一直行行到后边去才对啊。那你感觉，我唔知你讲到这时，那你感觉心内切一下，我感觉最无搞一块，我感觉无达到这圣经所讲的这些，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真礼拜来做礼拜，我认真参加查经班，我认真伫遐来咧灵修，但是是为着我那边，还是为着？后壁所咧讲一个，圣经真侪所在拢把你讲了非常清楚。咱比作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内底比作的，为着要创啥？为着要行各项的好事。
这个观念，把咱一个基督徒，真侪伫咱社会中间，其实无共款的一群人，咱真容易对咱无熟悉的人，咱就付出咱的关心，咱就是意见意思共款。所以讲，唔忙咱当假佛事，是要甲咱同工的。恁个感觉足阳光的，上帝本身对咱做，但是伊要透过咱来做事，伊甲咱是感觉同工同款，伫要做这个代志是。为什么咱会感觉敢那无办法达到这个功能的？今仔日这些人在冒这大物件，伫头前这所在，哎，这个人，好，圣经如何会当产生这个功效的？头前伫十四章到十五章所在，伊也有讲到。伊了讲，那是你着长长带伫所学习、所亲身遮个事，因为知是对甚物人好个，也知对细汉已经捌遮个性质，就是有你有地位对性质都也出来得着救。巴克的是安尼，现代的大陆个翻译，所在无同款，所在是伫头前个所在，接受甲长长带伫，这两个较无同款，其他同个信仰所叫遮个个有讲着，长长带伫甲接受遮无同款。原文的意思内底有讲的，这项物件是持续继续一直在有，所以长长大地刚才是安尼。但是过一个啥，你会当显明出来。你乃知这个道理是伫你的心中长长大地，可能是干你知影啦。我心内非常清楚，知影圣经的公式里，我嘛应该安尼来做。但是我有做出来无？别人看会出来无？别人无一定知影你心内到底有啥物伫你的心中。接受的时候，较属于讲你已经有受，个会当行出来啊。所以人知影讲，你心内的念头是甚物？你心内价值观是甚物？会当对你所行出来、所讲、所想的，会当伫伊所在来显明出来。所以现在大夫应该是一个有一个啊，更加清楚的这种观念，是讲着接受的部分。伊伊所在讲着甚物？伊所在讲着三项代志，头先是你对圣经的内容。爱知你听的话是正确的，正确了以后，然后你有深深来相信。人们讲 firmly believe， 不是讲相信，是讲非常坚固安尼来相信，深深来相信。然后接受，人们是想 continue， 就是一个过程，不是讲一段时间是继续一直落去。伊的中心点讲耶稣基督是咱的中保。这几项看起嘛无难呢，那是安尼，为甚物伫我心中无产生功效？恁大家拢讲我所听的福音就是正确的啊，然后我嘛相信伊啊，我嘛真唔嘛咱行出来啊，我嘛知影伊个中心点就是主要说是我的中国啊。但是为甚物敢产生头前功效无产生？我只要提出调整，你敢有影听起的福音是正确的？在2012年的年底时阵，有一个叫做东方闪电，伊到伫台湾，伊的大本营是伫桃园的所在。伫遐，伊开始伫遐来讲，讲真侪即个伊的教理，伊要安怎互人知影？用各大报纸，即一页拢总是咧讲着伊的教理。教理一开始用讲，咱世界人拢犯罪，背离了上帝，所以咱来认罪，倒转到伫上帝。这就是咱咧讲的啊，正确啊！哦，个人用遮侪钱，甲对规大页的报纸顶出来，咱就开始看伊的，逐工一篇，一直讲。讲到最后是开始伫遐咧偏差，但是咱若人回头开始咧看，咱可能无遐尼注意到这样代志。伊伫遐讲着，为圣经内底，拄着圣经，首先为古约，以赛亚书41:9，伊迄个时代讲。脊椎对东方兴起一人，用公义吊衣来到伊的脚前啊，将列国交予伊，予伊管辖君王。这是古约所在，东方必兴起一个人。然后为新约所在，马太福音24:27，也讲因为亲像信仰对当时的事，那到西水，人主会过来嘛，要安尼呢。所以即马迄个人已经出现了，迄个人主出现了。为东方哪产生一个信仰出现呢？所以叫做东方闪电教。伊讲伊抓主张的是以前的基督还未完成救赎，所以新的基督已经出现了。
为东方成就信仰出现。以前的基督是查甫的，即卖的基督是查某的。一个是伊姓邓，毋是姓耶吼，姓邓。用即个方式来讲吼，然后伊只要开始就讲，这是伊翻译片的德语的翻译片。伊只要用圣经来举证明讲，伊就是迄个圣经的预言，为东方成就信仰一个出现的迄、那个。但是伊煞就讲，因为旧的基督已经过去了，现在新的基督，所以你不再免去看一本圣经来看我所写的。一方面用这本圣经来证明讲，伊就是迄个预言迄个，但是一方面佫否认这个圣经，然后爱听伊的。你感觉讲，即个若我来听的时候，我特别袂相信伊吧？但是我要甲你讲，伊的大本也是伊做。已经有牧者、毛下阵的长老受了迷惑，然后离开原来的教会的。伊用什么方式？伊进到伫教会的时，伊讲伊是嘛是基督徒，大家拢非常欢迎有新的人来。来以后时，伊袂讲伊是东方神殿，伊伫一年内底，伊拢讲无动作。但是伊一年中间已经摸清楚，什么人有亲属的问题，什么人有阿婆问题。什么人有经济问题，什么人有工作问题，今日才拢摸清楚以后，看伊本身伊的才能，伊会当针对什么人方面，伊就开始向彼个人开始亲力，伊会使沟通，付出伊的关心，然后实际会帮助伊的心情，然后就甲带带带伊听去。伊所听去的福音是真正确的。咱知影，即、这个韩国。因为基督徒百分比非常高，但是愈兴福音愈兴旺的所在，伊的这个极端就愈多。韩国有一个叫做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道协会，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伊传教伫台湾的所在，伊伫遐主张讲，上帝是愈兴。所以他问你说，你怎样一个叫做母亲上帝无？母亲上帝无？啊，但是母亲，也是母亲经互你啊。创世纪顶面讲上帝做照着因的形象底下来做男做女，所以毛女的啊，安尼上帝嘛是有女性。真侪用这圣经底下甲你估计咧，然后再开始讲起，又开始就嘛搁讲着，讲一大堆，开始就互你讲着，你敢那是个敢那毋是？特别伊背著个圣经互你听，咱伊若背圣经了，咱就感觉足歹势，因为咱袂晓背遐圣经。咱接不起，伊若讲啥，咱就接不起就听伊。因为安尼原因，敢若参与耶和华见证的嘛是同款。我嘛是上帝上经圣经的啊，然后开始背圣经互你听，然后后开始就咱就对伊听。伊伫遐无相信三位一体上帝，有上帝就是迄个耶和华，为甚物佫有圣神佮耶稣？这是注定的神的，所以要为着耶和华来做见证。摩门教嘛相信圣经，但是佫是摩门教。你知影你所听起的福音是正确的？韩国过节叫做新天地的教会出现，有几万人的这种信徒的。韩国的所在已经给伊判讲，伊是一个极端的。伊发动伊几万人的个归路，伫迄说抗议。讲因就是基督徒，你有信仰看作是异端。当你看起来证明，你若无真明白了解时，你会当知影你所听的福音是，伊拢都是对圣经来估计的。有一群人家，伊了夸口讲，你摕任何假真钞票无啊，我一摸我就知影。哇，大人讲，哇，那遮厉害，大人钱啊，你真无，你是不是一摸就知影？哇，这无啥物啦。因为我逐天都在摸真的啊，所以旧的啦、即假的啦出现啦，我一摸当然嘛知影。所以用安尼，我就甲勉励阮的朋友讲：，你若甲你的福音真的福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知影的时阵，假的就出现，你会马上知影。像我拄只讲伊几啊，包括耶和华见证的摩门教，包括咧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到你家庭，佫袂叫东方闪电。一个好名改做新歌的教新歌教会新的歌，然后即马佫改一个名，那一直改名，伊今日人知影，就开始去做奉献。你所听的福音是正确，
那是正教的时，你有深深相信，还是下伫边啊讲，这本圣经真好，伊伦理的教导非常清楚，伊真言啊讲啊非常好滴嘞，但是下伫边啊，顶多是甲别人讲，你得爱看啦。那读圣经，咱是为着别人来看啊，即只圣经，咱什么人来看，才偌好哩？唔是你亲身咧相信，顶多是别人咧相信，爱教别人怎样？你所听见的福音是正确，佮有亲身相信，安怎知影你有亲身相信无？你有接受出来？接受是你亲身知影你的信仰改变，佮会当行出来。差不多三四十年前的时，一寡青年人拢真爱带一个即个大滴滴吼，即摆嘛是真正咧带伊，你书豪带大滴滴吼，讲伊为了耶稣来拍球同款。即摆以前带伊是啥呀 ？WWJD，What would Jesus do？ 那是耶稣伊安怎做？即个重要代志的时，即个提醒我咧，就等我倒转来圣经教示来看卖啊，看圣经中个教示是安怎，耶稣是伊安怎做，安尼我嘛应该安尼来做的。安尼好啊，唔好，当然好啊。但是接受，你这意思不较深。你已经心思意念拢改变啦。你咧想的拢照着圣经的方式，你驾驶伫遐咧行。所以你马上想到就是照圣经去行，这才是接受的这意思对咧。整个信仰的中心点是啥？主耶稣基督是中保，这是非常重要。唔知有人捌甲你讲过讲啊，恁信的迄、那个。上帝甲阮信的天公是同款的啦，是不过无同名啦，乃拢是同款伫天顶迄个神啊。那人安尼甲你讲时，你毋知安怎回应，你讲无条敢那同款就对咧。但是你知，咱知影，咱熟悉创造宇宙万灭上帝，是透过主耶稣，伊独生子把咱来明白的。耶稣是中保，你无透过这個中保的时，你熟悉大概是一个虚假。无正确，天公是啥呢？伊绝对无可能成立一个中保伫个所在，甲伊讲了非常清楚。还是有人甲你讲啊，信啥物教拢共款啊，拢是劝善劝善，敢有影是安尼？别人的最好事是要积功德，表示讲伊是为着家己伫个所在哪做哪做，所以有目的，最好事是目的个，为着家己。伊卖使讲我歹做啊，我着歹积功德嘛。所以这因甲果到底是啥？积功德是伊的这个唔盲个得着物件的这个因的咧。伊为着要得着积功德，要以后要上这个天堂去。但是基督徒无共，基督徒最好是中间已经甲咱讲过，给咱已经生命改变了。改变了是神啊，上帝爱咱怎啊？爱咱去行好事。所以最好是是咱理所当然，是咱生命改变的结果的，伊个是结果，毋是原因。咱若无去行好事，颠倒是毋对的。所以圣经甲咱讲，正手做毋到，倒手知影，那有可能当然嘛是知影。意思是甲咱讲，你无必要去特别去关心，因为是理所当然去来做。所以甲你讲，各项信仰拢是共款的，啥物宗教拢共款，拢是换神换神，无共款。咱的最好事是咱的代表，咱的生命已经得到改变了，所以安尼来行出来。咱在对咱整个圣经内底有这样深的了解，你若有这样深的了解时，你自然倒转去看圣经的时，你有无同款的感受？你就知影，我圣经就是要让你帮助你装备好势，要去最好事，不是为着我好就好啊，乃是要去甲上帝同工去做其他的好事。我相信这个圣经在已经予咱知影圣经有啥物重要性的，伊的价值伫倒。咱定来讲圣经的话语是有观点的，是有力量的，毋是字眼安尼看见尔，伊会当对你生命来产生变化。若是安尼的时阵，我要提出一寡条件，讲你若毋知有当有遮尼深的即个理解，我刚才讲几项个，就是顶头来用历史甲你普及者。但讲你深信，保罗甲天父来讲深信，到底是信什么物件？对什么人学什么？然后后壁佫有遮个物件，上帝圣经是上帝所别示的，到底是甚物意思？等等遮个，咱若伫树林咧读圣经时，咱碰到遮个问题，你若要进一步深入去了解是到底要安怎？可能咱就敲电话问牧师，咱就问咱的小组长，咱就问咱的遮个长进。还是参加查经班，还是顶顶遮个，
若是遮无办法时，还是讲你有啥物方法？其实你会当透过研究本，我手头下这是台湾圣言公会伫过去十三年诶时所写诶这研究本。咱普通伫市面上看咧研究本，研究本呢拢是差不多是一本，啊拢是去翻译来，咱有家己写。其实内底有真侪文化有共款，你无一定会当明白，已经看到这一本诶是这研究本。一本若是2500页到3000页，你可能你就感觉伤大本啊，你就无想要大。但是你3000页嘛好，伊会当解释有限。圣言公会感觉咱需要用咱华人的思想、文化背景，伊个所在来写这研究本，互咱当更加清楚一点先。按算把这66本写做40本，同款的甲下作为约翰一二三书、金木来金老师、铁头书这种同款，都拢甲下作为准备写40本，啊，分开来写，安尼才会当把所谓咱找到的这资料甲下。我手头提一本是创世，创世是384页，这内底是彩色的，有地图，啊有这相片，有短文，有讨论的地方，有图像的地方。一定要用彩色，伊讲即摆青年人啊看2-3页，拢白到乌又歹看吼，所以一定要彩色的。380几页，写一本创世记，大家拢感觉真高，这本搁较高。书读云端632页，内底同款是这么丰富的这资料片，这样就是要予咱会当家己伫厝里咧看时，会当搁较明白。但我拄了第一个问题呢，是伫这本题目来简老师甲田老师内底，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咧解说，予咱知影。伫这所在讲着，到底所侵蚀的是啥物？原来侵蚀是咧讲天文台何书第一章第90到第110。伊阿咧讲是讲，咱的毕竟毋是靠咱的行为，是靠做上帝稳定的。这稳定安那显明在，对耶稣基督显明。耶稣基督安那显明，伊为着咱定时的给老保护，然后一个个话，然后去死的关系。原来保罗伊爱提摩太，你爱跟亲自相信一个，伊迄段时间已经有这个诺斯底主义啦，有真侪这无共款的主义伊阿咧推广哦。人哪有遐简单？得救，敢若相信就好，哪有遮简单的无啦？你爱相信一个真奥妙的知识，知影这个知识了后，你才能得救。佮得救的是不是所有人拢能得救？是敢若有限的人才能得救。伊这个传说是安尼，无发生一个耶稣出来人讲，恁下尾得救，你敢相信我就好，哪有遮简单的？所以底下说产生真大这个困扰的，保罗。甲听我来讲，你都要深深来相信，咱的地球不是靠在咱的行为，是托给主上帝稳定的咱的心情，会当你主要所提的所在来显明出来。对甚物人好，单数也是好数，单数当然是保罗好数，是包括伊的外妈啊，即伊的老母等等，即好甚物好伊的见证，伊个伊榜样。至少是啥，拄则已经讲，是生命的改变所产生出来。你来看，这里有啥物？圣经有啥物？互你得让你的地位。原来迄阵的圣经拢是干了古约的圣经。这保罗甲提摩太所咧看圣经，当中甲犹太人咧看是同款。犹太人到目前，因个只有古约，因无相信新约。伊讲迄个奉定时的迄个名叫做耶稣，那有可能是弥赛亚，那有可能是救世主。原来因想讲，对于上帝要派来救世主。比赛啊，是因政治上的比赛啊。伊的国已经灭掉啊，唔忙这个国当复国出来。所以你想看耶稣伫这个漳州主里，伫去这耶路撒冷时，大人是伫耶稣的火山那底来欢迎伊，因为想讲伊要来引出咱伫耶稣来将罗马帝国个罗马帝国伫耶稣来甲打败。无怕算，发觉唔是，才欢迎主耶稣的人，伊也开始弃杀主耶稣。定义是圣经，定义是圣经，原来是这个原因。保罗甲提摩太讲，你看甲我看，啊，甲犹太人看拢同款，但是你我拢知影，迄个耶稣就是迄个弥赛亚，所以讲你有这个地位伫这所在顶。所以就古人阿要翻译起来先，讲搁较清楚的意思，应该讲提摩太捌这个犹太教经典，可以听到福音，知影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当接受这个就有这种意味。犹太人讲要搁咧当弥赛亚，所以伊那无相信这个信教的。圣经拢是上帝所被写的、来写的。
英文讲 inspire 哈，咱另外个用一字叫做 God grace， 上帝福气个感觉。到底什么意思？伊原来咧讲的是讲着圣经的功能，不是咧讲神学问题。但是咱真侪有这种错误想法，有真侪人认为讲圣经只有合法本才是圣经，其他圣经都不是圣经。英文版叫做 King James， 英皇钦定本才是伊个圣经，其他都不是。伫美国有一间教会，外口门口写着：“你若无 King James 的圣经，你卖入来。”我这是但无爱伊想超越啊！伊敢若讲，你有迄本圣经，才是真正圣经。但有影是安尼，哪里有遐尼侪译本的安怎？咱袂记好啊，本来个 King James 嘛是翻译来的啊。啊，翻译是目的是要咱搁再当明白伊意思。但可能咱的信息已经用新信息啊，你唔知发现着。无妖花这个名，他拄仔这个咱的这启用嘛无妖花这个名，但是古来底拢是妖花，即马拢开始改做上主。哦，我回忆就开始感觉真无平安。我要看妖花一本圣经，我要看上主一本圣经，到底是啥物原因？原来迄是咱对犹太人甲希伯来文无真了解，是所产生的误会。妖花名是咱家己。做出来，因为是写 YHWH， 但是犹太人唔敢读上帝的名，伊十条内底第三条讲啊，袂使男生称呼上帝的名，妖怪名，所以因头壳遐因就讲啊，阿多奈，阿多奈是外族的意思，你甲他呼爱加 YHWH 就是亚伯花就出来，所以妖怪名是咱唔知影咱。做出来要称呼咱所相信创造宇宙万米的迄个上帝，所以即卖新的发言感觉讲安尼无啥适当，咱个改做上主。啊，大部分天主教甲咱基督教拢会当拢来接受上主这个名。所以咱若知影上主是这个代志，咱袂使去批评迄个亚华，迄个亚华咱嘛袂使讲我要看迄个上主的，因为这两个拢是做出来，咱咧称呼迄个创造宇宙万米的上帝。等咱明白安尼时阵，咱就袂互相伫遐咧指责，袂互相伫遐在伫遐咧论断的。圣经伊主要是咧讲伊功能的，毋是倒一字倒一字袂使改的，伊毋是信仰问题啊。所以圣经功能乃是要互咱基督徒咱活出还是上帝新约生命甲活命的。即几个是啥？即原来是透过四个即个动词，伊也讲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咱会当透过操练。操练咱会当下上帝的这个心意的。当然对这个咱搁较明白了时，咱就知影圣经的这个功能，伊的重要性是。咱基督徒变哪回应？咱当然知影讲，咱所听的福音是毋是正确？正确以后。